野马跑直路1000啊，好少见啊，都有啊，但个感觉就唔系好似平日咁啦，即系日马跑1000咁啊，阳光普照咁啊。呢一场系跑1000直路，睇睇马经先，三只马赢过嘅啫，就系1号知道再胜。3号精彩勇士同埋呢个4号当家精神，上仗成绩好嘅又系1、2、3、4，1号上次跑第一，2号跑第二，3号跑第二，4号跑第一咁啊，再数落去就系呢个梦幻人生跑第五咁噶啦，然后多多普暨跑第六，咁其他啲都系八九十名以外嘅吓，知道再胜就跑三次赢三次啦，所以即系战绩系最好啦，系咪？佢100%上名，100% win，咁就零次落地，咁所以成为大热门咧都好合理嘅啫。你系睇又小马斗系咪？得9只马，呢只马跑三次赢三次嘅，咁你即系呢啲系升班嘅格局嚟噶嘛？即系佢虽然重磅。但系呢只马系擂台等嚟噶啦，咁睇下边一只跟佢嘅啫嗱。第二个最好成绩嘅就梗系4号仔啦，4号仔啲都系赢过2次，一次第三，咁啊都系100%上名，但系就66% win 出嚟嘅，咁就零次落地，咁即系1号同4号嘅赛绩就最好嘅，再数落去就3号。3号咧就50%啦，即系佢都赢过1次、2次、第二、一次、第三、一次、第四、2次落地。咁佢嘅上名率就到57%到咧，就 win 嘅概率就系14%，咁就比呢、这个1号同4号就低咗橛噶啦吓。低咗橛噶啦，咁啊2号就上仗成绩好啦，但系呢个路程就未赢过啦，亦都未有个位置派彩，最叻跑第四，咁啊都叫做全部未低过第四啊，跑过一次咁上仗又成绩好，咁所以所有投注人士都系集中晒喺1、2、3、4号噶啦，咁跟住就再数低啲啦吓，即系评分低啲嘅马。就要数到8号仔，8号仔都叫做跑过三次，有一次第三咁样啦，即系1/3嘅机会上名咁样吓，咁就都系低过1同4噶啦。咁所以根据赛绩咧，就系1同4斗嘅，4号咧就个档好，就贴住条观众席嗰边嘅栏。咁啊，即系跑直路咧，外即系所谓传统嘅外档咧，就即系贴近呢、这个观众席嗰边嘅，就贴住条栏就好跑嘅。大部分1000米直路咧，都系贴住个观众席嗰边嘅公众席嗰边咧，嗰边嘅栏咁样跑翻嚟噶。你研究下就知噶。咁所以大 number 嘅你档位就系好档嚟嘅。咁呢个4号仔有好档，又有啲样菜啊，就有啲样榜啊，一计个分之后样榜，又周俊乐又有5磅减咁样吓，系靠呢啲嘅咋吓，就同只知道再胜就可以斗下咁样吓，咁啊睇下，我拣1号啦。都系冇乜分头噶，但系赛绩嚟讲系呢只马最好嘅。要拖啊拖四，或者4拖1、3都叫，唔好买咁多啦，买一只知道再胜。你明知佢呢只马跑三次赢三次啊，有升班嘅机会啊，咁所以就买下呢只，睇下点样营运啦。你可以买二重彩咁样。一
就系拖几只上将成绩好嗰啲啊，咁样我谂都未必有钱赚啊。唔系啊，知道再胜啊，我拣呢只马啦。有啲朋友话我成日拣睇呢啲赛绩好嘅马，唔系上场得噶，冇错，你讲得啱。我呢个理论呢，就系学生嘅理论啊。一个学生，譬如佢今次测验系高分嘅咁样啊，好成绩嘅咁样，佢下一次测验嘅成绩好呢，系个机会系高啲，唔系话佢一定系好啊，佢机会系高啲。我拣马都系跟住呢个咁嘅理论去拣啦，成日都注意下啲赛绩啊、数字好啊嗰啲马咧，啲骑师又好啊、档位好啊，咁就拣嗰啲啦。咁所以呢场我拣一号啊，要拖就一四啦，一注咁啦。好。一枝独秀嘅大热门，一号知道再胜，直落系咁赢嘅。睇呢一场可唔可以继续再胜啦？先嚟见到入闸系五号嘅梦幻人生，二号精彩辉煌顺利，紧接住呢就系多多宝奇，七号万里飞驰入埋。好啦，跟住呢就精彩勇士啦，八卦四号当家精神，最后入闸一对马，分别见到欧洲导弹同埋大热门，知道再胜，时间有够，交俾闸前。等埋呢只，知道再胜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全晚顶头大热门一，知道再胜，三班一千，准备五档。好，你跳出嚟，知道再胜，睇睇先，响中间都有出闸啊，响佢外边有多多宝器抢啦，响佢入边精彩勇士都抢埋一份啦，咁外栏位置咁啊有呢只八卦啦，最出橙就橙帽就当家精神啊，入边啊万里飞驰，后边三只白衫梦幻人生啦，橙衫呢就系嗰只精彩辉煌啦，暂时垫下欧洲导弹啊，跑咗一段路程啦，几只马平排嘅，外栏数入去，八卦多多宝器，中间呢就而家咁样一排斗啊吓，优胜劣败噶啦，即系。边只好，边只好就会跑出嚟噶啦，呢度啊，大家冇乜挤碰啊。呢个周俊乐系咪？周俊乐喺一个栏位有着数噶啦，系咪啦？四号仔赢咗潘顿哥，啊，赢咗潘顿哥，好嘢！入边系精彩勇士啊！咁啊！结果呢场赛事，哇！呢只当家精神啊，沿住个外栏位置一路推进上嚟，即系呢个栏位系帮咗佢啊！佢唔 cut 嚟 cut 去噶啦，佢而家惊咗呢个竞赛董事，佢一路向前跑，系咪？呢一场马好决定性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对呢只马嚟讲，佢赢咗一只连续赢三次嘅马，你明唔明啊？佢呢只马嘅能力又要再重新。提升下先得嘅喎，即系我即系嘅评论，你睇佢几 happy 真系啊！又唔系大赛，但系佢觉得好有成就噶啦，赢咗一只三 win 马，系咪啊？唔使影相添，赢即系好清脆咁赢佢一个马位。知道在胜，三班一千，准备五档。你睇住佢都唔好同你挤挤碰碰啊！即系跟住条栏跑，咁佢就舒服啲啦嘛。咁就绿色马要喺中间嗰度漂流，喺度漂出漂入咁样啊。咁都成扎马一齐平排啦，而家开始比赛啦。咁周俊乐都系喺后边嘅，留住少少。好啦，嚟到呢度差唔多。300、400咁啦，佢就开始就推啦，都唔系推得好劲嘅啫，都系攞好个平衡。咁就而家就推落去，跑翻条直线，冇掂到啊，冇犯规啊，有啲闪出去啊。几好啊！佢闪咗去半顿哥嗰度，佢又告你啊！真系几叻啊！呢个周俊乐啊，赢咗只三 V 马，好叻嘅四倍啊！几好啊！呢个
精神獨贏派$47，位置派$12。跑第二名是1號的知道再勝，位置派$11.5。跑第三名是9號的多多保期，位置派$28。跑第四名就是3號的精彩勇士。连人一搭四派$24，二重彩4號1號顺序派$100，单天1號4號9號派$72。维智嚣一搭四派$14，四搭九派$52，一搭九派$36.5，五三重彩4號1號9號顺序。